起浮桨去把玩，载着你和我，风平浪静的日子不甘寂寞，惊涛骇浪的时候难辨对错。常见面试吧，他每天送我到那个老太太家上班。他还会接你回去的。嗯，是的。嗯，好啊，好。婉儿，我今天有些精神失常了，因为刚刚喝过了酒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婉儿，你还会再来吗？会的。
你还会写信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为了不让我写信才来的。是啊，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啊，好，看看这儿还有，太多了，你看看，我留着它干什么？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走开！我真傻呀，怎么会一个人做这种傻事儿？别撕了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解决问题呢？我们干嘛这么彼此伤害呢？你走，你走吧。苏婉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了，走吧。设想中的女孩，那天在西餐厅，我看见你们俩，从乌飞的目光中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他心目中的维纳斯。真的，我看得出。那你呢？你也设计过吗？我是个结过婚的人，我只有欣赏一个人的权利，却没有权利得到的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拒绝他，而且在他非常痛苦的时候残忍地离开了他。我也许很傻，傻到深更半夜站在大街上听你说这些话。我有什么权利去否定别人，又有什么能力可以掌握自己呢？苏婉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说……我的天，你知道你说什么吗？不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。
怎么了？老人家和豆豆一定在等我呢，他们需要我，而我要去看一下，要不我一夜都不会合眼。如果需要解释什么的话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嗯，走吧。后来那大侦探就把那个强盗给抓住了。再后来啊，再后来就睡着了。谁呀？奶奶，是我。哎呀，豆豆，豆豆，快起来！苏老师来了，快起来，给他开门，起来！啊，哎呀，豆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开门去！啊，苏老师来了，快去开门！苏老师，哎，快，哎，苏老师，去，快，苏老师，苏老师，豆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呀。快进来呀，奶奶。哎，这是杨帆。哦，你好，奶奶你好，小伙子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就当是在自己家里，可别客气啊。叔叔，我知道你。是吗？你天天送苏老师来，我看见的。哎，你们是一家人，对吗？豆豆啊，来，别总缠着叔叔，去洗脸洗脚啊，睡觉去。我还要跟苏老师玩一会儿呢。豆豆乖啊，听老师的话，明天呢我给你买好东西，还给你讲一个最好听最好听的故事啊。好吧，那我睡了。这孩子呀，可淘了，谁也管不了。就听他苏老师的话。是吗？哎，小伙子，你吃水果啊？那有。别客气。哎，奶奶的腿呀，不方便啊。哎，你是主人呢啊，你应该动手给他拿，他是客人。哎，我去给你们洗去。苏婉可是好姑娘，温柔善良稳重，很会体贴人。谁要是找上这么个媳妇，那可是有福气呀。你要好好的待她啊，我把她看成是自己的闺女一样，你要是欺负他呀，那我可不依你哟。哎，奶奶。哦，我牙口不好，你们吃吧啊。哦，别客气。给。别客气啊。被人爱是幸福的，爱别人，是痛苦的。奶奶是过来人了，尝过她的酸甜苦辣。两个人要好下去，不只需要撞击火花，还需要互相妥协。哦，当然还需要等待。你们有这个认识吗？我有。你呢？我只想知道，你是不是真的爱我？
面我来问你，因为我已经不是个男孩子了，而是个父亲了。我这个连儿子的爱都没有给予的人，怎么敢奢望爱呢？我是个失败的男人，从吴飞那儿出来的时候，当我看到你在路灯下，我才觉得我已经陷得很深很深了。我对人已经有了一种依赖，觉得和你在一起才感觉到安全快乐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？你干嘛去了？我来了半天了，怎么了？你好长时间没来了吧？有日子了，刚才进门的时候我都忘了钥匙是哪把了，试了好几把。不过吃的还能找到，找到几个苹果是吗？为什么一直不来呀？不为什么，我一直在外面忙点事儿。是为苏婉吧？随便你怎么说。杨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，我他妈真想揍你一顿。啊，我也这么想，不过要揍也得我先动手啊。哎，那好吧，来来来来啊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呀！
小子真大啊！阿芳，阿芳，阿芳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找药啊！哎，好，来拿水去，快！阿芳，来，杨帆，水呢？没水啊！哎呀，快点，找点水！找遍屋里也没水啊！怎么办？阿芳，阿芳，阿芳，阿芳。嗯，哟，猜猜我是谁？苏老师，我爸爸妈妈回来了。是吗？嗯，走。哎，妈呀，嗯，您不知道，树荫在外边可想您了。有时候想着想着，他就哭了。他呀，是又想豆豆，又想您呢。有时候我就劝他，您看他回来有多高兴啊。哎，好，姥姥，苏老师来了。爸爸妈妈，这就是苏老师。啊，你们好。啊，老师来了。苏老师，苏老师，哎呀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要是没有你啊，我妈和我儿子真不知道怎么过呢。你们太客气了，别说我是钟点工，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也会这样做的。何况你们是国家的功臣，也是我的榜样啊。哎，苏老师，我说你们别站着，坐下说。哎，对，老师坐。坐的，你们先坐，我给你们烧饭去啊。哎，不，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你刚回来，该休息才是啊。啊，不，还是让我尽一个做女儿的责任吧。整整半年，我没为他老人家做一件事，你理解吗？嗯，坐吧。我来摘菜吧。哎，不不，你不要摘了，这该我来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活嘛。妈知道，我干这个训练有素。哦，你呀，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。他摘芹菜呀，那是一根一根的摘呀。哎呀，一根一根的洗，整根的就下到勺里去了。那我们吃的时候啊，就像那个吃面条似的，还剔了秃噜的那么长哦。哦，你们先坐着，刚回来一定有好多话要说的，我去厨房帮忙吧。哎，好，你去吧，去吧。您受累了。啊，不客气。他有这儿的钥匙啊。你们不能总这样下去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不知道。
你真的不喜欢他？怎么说呢？他生了病，这不公平。阿芳是个好女孩，这我比你清楚。可她喜欢现在这样，她不肯嫁给我。她不肯嫁给你，可能是怕成为你的累赘，懂吗？我想，她一定很爱你，爱得很深，很苦。不然，她不会为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。她不肯嫁给你，是因为她知道，你心里并不真正的爱她，只是同情她而已。不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是过来人，有什么不知道的？谁画的？小婉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我就说你小子客厅里不会挂别人的画。你的眼力不错呀。不错，画得真不错。很可惜啊，一个天才也许就这样被埋没了，是被你，也被他自己啊。你还真说错了，江晚刚才还对我说还要跟你学画画呢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说婉儿要继续学画，回到沙龙来学，真的吗？你还把这当重要新闻了？老师，你是要走了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我猜的。为什么呀？爸爸妈妈回来了。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不好吗？可是我不想让你走。豆豆啊，嗯，老师也要上学，还要读书，还要考试。如果老师不复习的话，考试不及格怎么教你呢？嗯，老师，老师，你是不是要嫁人？嫁人？谁说的？姥姥说你迟早要嫁人的，嫁了人就不来管我了，是吗？不，豆豆，老师不嫁人，不嫁。嗯。杨帆，怎么了？很可怕是吗？告诉我，跟谁打架了？吴飞。啊，吴飞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吗？哎。
你快说呀。说不清。你们为什么要打架？为了你，也为了阿芳。阿芳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卷到你们的争斗当中去呢？一两句话，说不清楚。这是男人们之间的事。女人很难理解。不过无论是我还是吴飞，谁都不会后悔这一架的。虽然他把我打得皮开肉绽，我也把他打得屁滚尿流。这样大家心里边都非常痛快。无非一定会怪我的。为什么要怪你呢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你要回他那儿学画，他听后很高兴，巴不得你马上回去。真的？你真的放心我再去学画？嗯，有什么不放心呢？如果是属于我的，别人是夺不去的。更何况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这样为我服务的吗？这你有多长时间没向我汇报姓杨的动向了？他给了你多少钱？他近来的确很老实。屁话。是连我都看见他和那个苏婉在一起勾的。哼，你还说他老实？他要老实那就是你不老实。他给你多少钱？没给我钱呢。别以为我只顾你一个人，你的一举一动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我要告你侵犯人权罪，一告一个准儿。哼，你别忘了我的路子广着呢，不然能撑起这么大一座酒楼？哼，
哪头抗凉哪头抗热，你自己掂着办。想进局子蹲大狱，哼，这很容易。江经理，我坦白，我交代，杨帆为了不让我向你报告，他向我行贿1000块钱，我立场不坚定，被糖衣炮弹击中了。哎呀，饶了我吧，江经理，饶了我吧。好一个杨帆！求求，想进局子蹲大狱，哼，这很容易。江经理，我坦白，我交代，杨帆为了不让我向你报告，他向我行贿1000块钱，我立场不坚定，被糖衣炮弹击中了。哎呀，饶了我吧，江经理，饶了我吧。好一个杨帆！求求你了，可别把我送局子里去啊！起来，起来！我最讨厌男人下跪，还是个男人。别忘了，男人膝下有黄金。还真赏你俩钱儿。其实我压根儿就不知道，没想到你的素质这么差，我还没怎么地呢，你就软得没骨头了。哼，杨帆虽然是我的冤家，在这方面100个你也不如他。偏僻的地方出来，有这样一个机会，我不想荒废掉。妈妈生养我，操劳了一生，我就有义务赚钱，把她的病医好。让他安度晚年，所以许久以来，我的心里只有两件事：那就是拼命的读书，还有拼命的打工。没有我，等等我，等我做好这一切，我就会回到你身边。饭时把药吃了。吴飞，你能不能陪我再坐会儿？给你添麻烦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。
我知道，不过我还是想请你原谅我。你跟杨凡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不会拖累你的。你爱那个叫苏婉的女孩子，就大胆的去爱吧。因为我是你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。阿芳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哦，我该走了，我们回来再谈。我知道我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杨帆骂了我，也打了我。哦，你别动，等我回来好不好？